我这边有个劲爆的，我在大副的房间搜到的有一封信，上面写着：不要畏惧船长，他阻拦不了我们之间的真爱。 你们现在要归我，有可能有杀船长的动机。那我动机就在这边嘛。但我真的忘记了，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。用这招，我真的一点活得久醉，我看得出来。不行，先不对，先不要。对，我拿到电子房间的一个线索，因为我觉得这太奇怪了。你房间有一个合照，看起来年纪相仿的男女哦。女孩子怀中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你应该不是他吧？所以我在想，你是他那个晶片宝宝，所以该不会你是机器人吧？没有，你是机器人吗？妈妈啦，他遗弃了他，遗弃了他。 然后你给他一袋你钱，你什么钻你那个杯子也是随便。你把他遗弃，然后你现在想要来找他，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他是来找他的小孩，妈，儿子，你们是魔子，儿子，魔子，姐，世界，世界，我在串通杀了船长。等一下，他说的好像，他在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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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
选 B 的影像。闹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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